想要在网络创业成功，为什么产品这么重要呢？Hello，你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健康养生创新创业平台，我是淑芳。产品是一家公司的命脉，一环球是一间市场上少有的公司，所有营养食品从研发到生产，公司都采用一贯作业，自产自制自销，能完美控制产品的质量。一环球的产品都是科研团队严谨、持之以恒的研究探索成果，以精益求精的科研态度不断改进及研发，让产品永远走在市场的尖端，不容易被市场淘汰，同时保障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权益。有研究开发加上自产自制自销，才能把产品做到独特、安全、有效。一环球的产品独特是因为营养免疫学，所有的产品都是根据营养免疫学的理念所设计的。市场上一般都在提倡营养学，比如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矿物质等等，但没有人提倡营养免疫学。营养免疫学是一门独特的科学，专门研究营养与免疫系统之间的关系。通过正确的养生作息和摄取正确、纯净、均衡的营养，来提升免疫系统，达到预防疾病以及健康长寿。一环球是市场上唯一一家拥有全身调理计划。全身调理是采用数十种珍贵的植物成分，结合了三大营养素，包括植物营养素、抗氧化剂以及多糖体，来滋养全身80兆的细胞，维护九大系统的平衡，以发挥抵抗、清除、修补三大功能，预防90%以上的疾病。作为负责任、有道德性的企业，一环就将产品的安全性设为首要考量。无论在原料筛选、生产、制造或成品包装，都经过层层关卡，每一种成分都经过2000多种以上的安全检测，包括重金属检测、微生物检测、农药检测、毒素检测等等。厂房都符合 GMP 认证，还获得新加坡政府颁发的卓越食品安全金奖。一环球的产品都是取自于天然完整性植物，没有经过抽取或化学提炼，安全无后遗症。一个产品的有效性不能单靠见证、偏方或来自某位专家的论述，这都不符合科学根据。真正的科学必须得到大型有权威机构的认可，或发表在知名期刊，或被记录在书本上。营养免疫学是一门真理，当细胞得到营养之后，免疫系统就会提升，帮助自行调理。产品的有效性帮助许多人赢回健康。产品是否占有市场也非常的重要。一环球产品是符合男女老少甚至孕妇都能安心的使用，所以占有100%的市场。除了占有市场，它也必须符合强消耗性和回购力强。一环球是唯一一家坚持做教育的公司，让人们了解预防胜于治疗。人类面对各种各样的健康危机，细胞要吃的营养等于每天要吃饭一样，所以强消耗性、回购力强。如果市场上流行什么就卖什么，很容易找得到，那回购力就不强了。所以选择一家很重视产品的公司，通过自己的良心，同时可以掌握庞大的市场商机，一环球国际电商企业绝对是您最佳的选择。下一集我会继续和您分享网络创业必备的五大要件之一，如何建立成功的赚钱系统，拥有倍增式的收入。欢迎您点赞与分享善知识，让更多想要在网络创业的朋友懂得如何做出明智的选择。敬请留守我的健康养生创新创业平台，谢谢。